这个舞台的必杀技是什么呢？该死的魅力，该死的魅力。那五位歌手中，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我也不能说都喜欢这种话吧。啊，最喜欢啊，最喜欢刘雨昕。你来这个舞台的必杀技是什么呢？该死的魅力，该死的魅力。啊！自己在这儿高兴，自己创造了一个氛围感，有长进。你觉着你会踢馆成功吗？我踢馆呢、我觉得得看，还得看作品呗。那你觉着你能踢掉谁呢？咱也不好说、这作品嘛也没有什么好比的。好的，下边开始快问快答。蛋壳和张靓颖，你跟谁关系比较好？张靓颖。那刘雨昕和蛋壳，你和谁关系比较好？哇，你这个问题就是，就他觉得谁跟我好，我就跟谁好了。请选择一个。哎呀，别想了。啊，那蛋壳吧，蛋壳吧。那蛋壳和阿云嘎，你和谁关系比较好？蛋壳。啊，那你觉得蛋壳和阿云嘎谁实力更强、更厉害呢？蛋壳，那这个的话，我觉得说术业有专攻，都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音乐，所以咱也不好评判。那请你对要挑战的歌手说一句挑战宣言。我来了，你要加油哦。老套，没有什么挑战性宣言，我就是过来跟大家一块玩的，不要上来就是我是敌人，我是你们的朋友。好的，歌手即刻轻易有长进，成功登录了超感性电音元宇宙。现在请你前往电音匹配页，完成你的初舞台表演，并找到你心仪的共同冲击第三次竞演舞台。好。